大家好，上次在山里看到的那棵猕猴桃树，上面结满了猕猴桃，现在应该成熟了，今天就过去摘。看这些猕猴桃，现在应该成熟了吧，个头也特别大。哇，你看这些，这种野生的猕猴桃，它的个头没有种植的大，但是这种猕猴桃成熟了之后，特别甜，也特别的香。像这种野生猕猴桃，要是你不摘的话，等它成熟了，就会被那些鸟吃光了。哇，这个个头也蛮大的，看，哇，看这里结的真多，一串一串的，挑这种个头大一点的，个头小的就不要了。哇，你看这一串。这一串，你看看这个个头，哇，你看这一串，个头这么大，摘得真过瘾。好了，看，摘了一棵树，就摘了这么满满的一大筐，全部是这种个头特别大的，像这种个头这么大的猕猴桃也是很少有的。哎，这个都已经在树上成熟了，被鸟吃掉了。这上面还有好多，我就是挑的这种个头比较大一点的摘，那些个头小的留在上面给山上的那些鸟吃。好了，现在回去